修成正果、甜甜蜜蜜的师生恋也被大家传为佳话。尽管孙俪否认和黄磊是师生恋，但是两人曾经的关系还是被很多人看成是最浪漫、最让人羡慕的师生恋情。他俩是一见钟情。哎，我觉得是缘分了。他来考学，我正好是在做这个考务，我们就是这样，是负责给老师倒水啊，然后念考号啊。哦。正好他在我那考场，就见了他。念考号就念考号吧，你注意人家干嘛呀？缘分嘛。喝点茶，我压压惊。